为了这几天不被人打扰，做下去就是。如果把姐姐离开之后的时光形容为坠入一场漫长的黑夜的话，那么徐哲清曾是黑夜的一部分，如今又成为同我一样的部分。我们是被抛在极夜中的白昼鸟，在黑夜中相拥取暖。梦里不断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们，不要忘记振动翅膀，努力飞往另一个半球的极昼。所以在偶然的小憩后，我们就要开始遥远的迁徙了。好在迁徙的这一路，我有了最好的伙伴。赶紧休息吧，你知道的，这两天太累了。我帮你申请了提前结束休假，后天就可以回记忆了，但是在任何行动之前必须要告诉我。无名指，他不会是要求婚吧？休息过后要梳理一下阶段性的线索了。姐姐的死一定和凌渊有关，出事一小时前果然还和凌渊在一起。这个私会所是什么地方？姐姐又为什么要专门拍这幅画呢？青木已经不安全了，今天晚上的局安排到私会所吧。好，这件事情我来安排。从财务部安排个聪明的人陪我过去。需要我去趟这个私会所吗？
我这里有一批新秀画家的作品，张总你看。不错呀。这批画作我们要了。小飞，明天从公司账上划2000万过去。张总，我们要不要找专家鉴定一下？专家能鉴定真假，但能鉴定艺术价值吗？可是这笔金额这么大。看来张总平时对下属还是比较宽容。小飞，你能不能干？不能干滚蛋。赔偿金二 N， 一分都不能少。这个蠢货，过来倒酒。姐姐，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。我更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保安，保安，赶紧给我抓住他们！好像跟丢了，跟丢就跟丢了吧，反正3000块钱工资，意思意思得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姐姐，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我还是喜欢你刚才的样子。Possibility